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清可注》第408页，408页，从第三行看起，课题断烦恼，经文拔住勤苦生死根本。前面一节里头我们说的很多，这一句经文意思深广，没有边际，对我们现前修行人来说非常重要啊，我们功夫不得练，学了这么多年，对生死问题消息都没着落，到底是什么原因？我们将念老的注解念一遍。愿永远啊，永离一切勤苦生死之本，盖生死疾苦，又无休息，故名勤苦。生死轮回，它接着不断。这个生死了，49天呢，又找一个身体去投胎了。生死死生没完没了，这是六道轮回的真相啊！没有处理六道轮回啊，谁都免不了啊！这个事情我们经历许许多多次，对这桩事情永远没有办法解脱，所以叫勤苦。欲除生死苦果，当拔其根。这个就很重要了。为什么会有生死？生死是果，它有因。如果我们知道它的因，把这个因拔除掉，我们就能够脱离六道轮回，永远离开生死苦果。谁能帮助我们？佛能帮助。特别是诸佛之中的阿弥陀佛，我们不能不知道，不能不重视。那它根是什么呢？生死的根就是烦恼，见思烦恼，尘沙烦恼，无明烦恼。不但是烦恼，也是迷惑。因为迷惑才生烦恼，如果觉悟了，烦恼就不生了，自然就断掉了。那断尽这些烦恼，那就叫拔住勤苦生死根本。这三种烦恼能够把见思拔掉。见是见解，思是思想，这个见解是错误的，
思想也是错误的。你能够把错误的见解思想放下，就叫拔除见思烦恼。真能拔除见思烦恼，你就叫做阿罗汉。啊，所以学佛的同学一定要记住，佛陀、菩萨、罗汉是佛教里面学位的名称。像现在大学里头，博士、硕士、学士，啊，佛不是人，菩萨也不是仙人，与神仙不相干。啊，佛陀是梵语，翻成中国的意思叫觉者，就是觉悟的人。他跟中国圣字有一点相应，中国人称圣人。圣什么意思呢？明白人。对于事处世间一切法，他通达明了，中国人称圣人。啊，菩萨有这个意思，但是比圣这个意思还要广，还要深。啊，因为佛法讲过去，讲未来，讲全宇宙。啊，他的范围没有极限，啊，这是中国圣子不能包括的，佛陀包括了，啊，是佛教里最高的学位，学位人人都可以拿得到，啊，好好的念书都可以拿到博士学位，啊，上帝那就不行了。啊，不能说人人都可以做上帝，人人都可以成神，啊，神是唯一的真神，他跟人不一样，佛跟人一样，一切众生都可以成佛，佛跟人是平等的，啊，这是不能不知道的，啊，迷了自信，就叫凡夫。悟了自性就叫佛，啊，佛是究竟圆满的觉悟，觉悟没有达到圆满，成为菩萨，所以菩萨是第二个学位，啊，阿罗汉是刚刚觉悟，啊，这是最低的一个学位，好像说是，但是他真有成就，他的成就就是现在所说的。见思尘沙无明，见思烦恼断了，证阿罗汉；尘沙烦恼断了，就证菩萨；无明烦恼断了，就要成佛。他条件在此地。啊，这个中国圣人没这个条件，啊，佛这里有这个条件，很清楚，摆在面前。八万四千法门，法。是利苦得乐的方法，方法有八万四千，方法有无量无边，不管用什么方法，都是断见思尘沙无明烦恼。所以《金刚经》上说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啊，那么今天这三种烦恼都非常严重啊！什么原因呢？没人教啊！没人会教
啊，整个世界的动乱，有识之士，啊，高等知识分子，没有一个不担心战争的，为什么会有战争？冲突？为什么会有冲突？把眼前的离跟是看错了，美国跟伊拉克的战争，那证实布什总统。我住在美国的时候。住在德州，在那边建了个道场。那个时候，他是德州的州长，像中国的省长一样。啊，我们在那个时候认识的。啊，他还送我一个德州荣誉公民。啊，他做了总统之后。啊，邀请我到白宫去访问。那个时候我正好在澳洲，移民到澳洲。啊，在澳洲啊，筹建金钟学院，结果就没有去。我写了一封信给他，啊，正好酝酿这个战争，我就劝他。不能用战争手段解决问题，啊，可以用谈判和平的方法来解决。啊，我们大家都很清楚，美国的目的没有别的嘛，还不就是想要石油吗？拿钱买多好呢，两方面都欢喜，啊，何必用战争的方法？战争这个方法，开战容易啊，收尾很难呐、啊。到以后真的收不了尾了。啊，第二次发生战争之前的三个月。我写了一封信给他，他也邀请我们在白宫见了世面。啊，战争爆发了，真的是为麻烦了。啊，所以我也说这仗打得好。啊，怎么说打得好呢？让人家看到这个战争的后遗症，不敢再轻易发动战争。啊，后遗症说，后遗症变成了恐怖战争了，这是没有人想到的。啊，那美国才真正尝到苦头。美国在过去确实人间天堂。人民真自由啊！我们住在美国，啊，就是出国到国外的飞机，啊，我们送朋友送到哪里？送到飞机进他的舱，找他的位置，让他坐好行李，把他放好，再握手告别。这么自由啊！那国内的就像搭巴士一样。恐怖战争一爆发之后，紧张了。啊，检查非常严格，这一检查对大家感到非常不方便。啊，送客的人不能接近飞机了，但是不能进去了。
啊，这个对于人民的生活造成很严重的伤害。啊，甚至于严格检查上搜身。啊，这个让很多人不敢到美国去了。啊，认为脱衣服搜身呢，这是一种侮辱，不愿意去了。啊，我们再细细观察。每个国家财政收支最大的开销是什么？军费。这个让我们感到非常难过。啊，中国在古代最大的开销是什么呢？是教育。中国人重视教育，在行政体系里面把教育摆在第一，换一句话是一切都是为教育服务，这个国家长治久安了，没有把军事摆在第一啊。教育部在从前叫礼部啊，因为事情没现在这么繁杂啊，古时候只有六个部。啊，礼部尚书在部长几个六部里，他排在第一，重视教育。宰相有事不能事事，礼部尚书代理。从这些地方，你就能看到中国人对教育的重视。啊，叫什么？跟外国人、跟现在人完全不一样。现在一开端就把人教坏了，人心坏了。中国古人有说：“子不教啊，人心坏了；家不齐，社会乱了。”现在有学校教，叫什么？把他教坏了。啊，教什么呢？教竞争。哪一个父母不是教儿女竞争啊？啊，念书要拿第一，什么都要第一。这个对孩子是一个错误观念。这个根不好。中国的教育从千万年前啊，我相信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至少有13000年历史，不是5000年，5000年是有文字记载，没有文字不能说没有文化啊，我相信我们老祖宗制定的这一些真理的教诲，永恒不能改变的，那都是10000年之前啊，中国老祖宗有智慧啊，给后世子子孙孙定下来，永远不能改变的。思考，第一个是无能，第二个无常，第三个思维，第四个八德。简单扼要，口传不会错误。啊，最长的就是无能。五人总共20个字，会传错吗？我相信传10万年，他也不会传错一个字。
啊，这就是中国人的教育啊，老祖宗对后人教育，父子有亲，夫妇有别，君臣有义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，五伦是道啊，这是中国传统的大道啊，人人都能够遵守。人，个人，身心健康，家庭幸福美满，社会安定和谐，国家富强，啊，对处理整个世界，天下太平。啊，今天讲的和谐世界，中国人讲平天下了，啊，治国平天下了。国家了，盛世啊，只把这东西做到，效果就出来了。啊，周朝，有陈康之治，啊，唐朝有贞观、开元，汉朝也有文景之治。啊，唐朝有贞观开元，啊，清朝有乾康盛世，啊，那个成就超过古人，靠什么？就看这个。啊，从小教，人人遵守。啊，这是人走的道路啊！人要不守这个，就不是人了。啊，古人所说的“人没有伦外之人”，啊，你没办法超越五伦之外，那你必须得遵守。啊，五伦是道，五常是德，做人。必须要具备的德行、道德，只有五个字，更好记了：仁义礼智信。做人要懂得爱人，啊，己所勿欲，勿施于人。人是二人，想自己就想到别人。啊，人是爱呀！啊，义义是讲理呀。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要合情、合理、合法。这是义。啊，情理法，你看面面都顾到啊。立法要严格，执行呢要通情达理，要宽厚。法律真的很严，但是执行的时候宽厚。你中国人心啊，爱心啊，能看出来啊。啊，礼，礼是礼节，啊，也就是规矩，家有家规，国有国法，啊，没有规矩就乱了，啊，所以制定这些规矩要遵守啊。最近这十几年，我们提倡《弟子规》，啊，这是中国传统教育里头最重要的一个环节，啊，它是教育的
根本的根本。那我为什么想起这个呢？这么多年在国外走很多地方，看到我们佛门的同学，在家的十三夜做不到，出家的沙弥律做不到，到底什么原因？为什么古人能做到，我们做不到？回头这个一看呢，就看出来了，我们这一代的人没有扎根教育，不能怪父母，父母不知道，也不能怪祖父母，祖父母也不知道。中国传统这个好的教育，应该是苏活200年。很多人说，应该从慈禧算起，这个有道理。慈禧太后把中国传统文化跟佛法疏忽了，他不尊重。清代从开国到咸丰，咸丰是慈禧的丈夫，世世代代都是皈依三宝啊，三宝弟子啊。慈禧反过来了，自称为老佛爷，把佛菩萨往两边摆了，他当中坐起来了，上行下效啊，这头戴的不好啊。这么一开端的时候，政府官员跟民间对传统文化、对大乘佛法恭敬心就减轻了，不是没有，降温了。这个一下降，那就一年比一年低。到清朝灭亡之后，提都没有人提了。所以现在讲中国传统文化，很多外国人研究的比我们知道的多，我们自己中国人不知道，这个悲哀呀！我们要救传统文化，为什么？传统文化是佛法的根基，没有传统文化的时候，佛法就不能建立。佛法是师道，传统文化是孝道。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，这个人不孝父母，不会尊重老师，不尊重老师，老师再好教他东西他学不会，他体会不到，他会把教的东西曲解了，会误会了，他没有真正体会的，错误的体会，这个事情可麻烦。所以我们才提倡儒释道的三个根呢。现在教律戒律为什么人不能遵守啊？这根没有啊。根之根就是《弟子规》，所以我们把我们还是依从佛陀的教诲，《观经》里面所讲的净业三福。第一福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这第一福啊，第一福是人天福报啊，是佛法的根呐。第二福才讲到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不犯威仪。二乘福，声闻缘觉，根呐。再往上去，大乘的根，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。
读诵大乘，劝导行者，这个就不一样了。劝进行者啊，劝进行者是教化众生，前面十个是自理，后头一个是利他，自己成就了要帮助别人啊。那么儒释道的三个根，弟子规落实在孝亲尊师，慈心不杀落实在太上感应篇，后面修十善业就不成问题了啊，确确实实。明清两代佛门里面，无论是出家的法师、在家的居士，都用功过格，了凡四训功过格，莲池大师也用功过格，是以什么呢？以太上感应篇。太上感应篇一共讲善有善果，恶有恶报，总共有190多桩事啊。这个东西真正放在心上，人不敢求恶念，为什么呢？有果报啊，道德约束人，人不好意思作恶啊。因果叫你不敢作恶啊，道德叫你不好意思作恶，所以因果比道德还好，还厉害啊。人有这种基础好教啊啊。所以我们提倡从三个根呢、儒释道三个根呢、从这里下手啊。那么我们普遍在宣扬有效果啊，在国内在国外大家慢慢觉悟了，人不能害人，人不能有恶念啊。害人最严重的就是战争啊。战争怎么起来的？从冲突起来的啊。冲突怎么起来的？从竞争起来的。所以今天学校从幼稚园就叫竞争，这国是什么？就叫天下大乱，天下不能不乱，你教出来的呀啊。我算是很幸运啊，这样的年龄在中国传统文化断层这个边缘啊，比我小两三岁的人就这个机会就没有了啊。我是最后看到的啊，传统教学，中国民间的私塾啊，抗战之前，我们也幸好生长在农村，如果生长在城市，那这个缘就没有了。啊，生长在农村，农村那个时候还有大家族，啊，兄弟不分家的，是大家庭。我们还看到，啊，我看到这个大家庭，自己家庭衰了，啊，是我姑妈的家庭，我们在她那里住了四五年。啊，我父亲的姐姐
啊，我那个故障，兄弟十个没分家，在一起生活，啊，所以让我看到有这个概念，大家庭的概念，大家庭的都有规矩，要没有规矩，家就乱了。啊，大家庭里面有养老育幼，啊，它有它的好处啊。啊，父母自己不会教小孩，家教。啊，因为大家庭，父母、祖父母、曾祖父母，甚至高祖父母都在，五代同堂。啊，五代同堂比较少。四代同堂很多，啊，这一个家族啊，一家人呐，哎，小孩叫什么呢？都叫让。如果叫争，每个人都争，这个家不完了，马上就完了，完了，都叫让啊，啊，兄弟姐妹之间，啊，这个堂兄弟。从兄弟，再从兄弟，在一起都要讲让，让就不争了，就从小教忍让。稍大一点的是叫谦让，自己要学谦虚。长大踏进社会，礼让，一路让到礼呀、啊，所以他这个社会安定啊，和谐。太平盛世不能争呐！啊，中国文化里面讲争，孔子说过，争是什么？只有射箭比赛的时候，啊，我要射中，啊，那还不是你个人练习好的时候争这个嘛？这君子之争，啊，这是。东方教学跟西方的智慧不一样，理念不一样，方法不一样，当然它的效果不相同。中国在这一方面非常了不起，累积的智慧、经验、方法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民族都找不到。这么好的东西，难怪唐恩米博士赞叹。啊，要解决21世纪的问题，需要中国孔孟学说大乘佛法，这他说的。啊，欧洲一些学者专家，我见到很多人。啊，提到这桩事情，他们不敢批评。也不敢相信，啊，这是真的，啊，汤恩比博士没有讲清楚，啊，我跟他们接触的时候，我说大家说解读错误，啊，提到孔孟学说，一定就想到四书五经十三经。啊，他们点头啊！提到大乘佛法，一定想到华严、法华、般若，啊，想到这些大经大论，啊，这些他们都研究过了，都读过了，能解决现在社会吗？没有一个人敢说。啊，所以我跟他们交流的时候，我就打比喻跟他们说：“我说你们所看到的，啊，提到如根佛，你们看到的是花果，啊，儒家跟大乘的花果，那个高啊，不是一般人能接受。那花果从哪来的？从枝条上长的。”枝从哪来的？枝从干上长的。干从哪来的？干从
本上长的，本从哪来的？本从根生的。不是，你这样一望的时候，你就能看出来了。孔孟的根是什么？大臣的根是什么？越简单越好，不能啰嗦。孔曰成人，孟曰取义。孔孟的根是仁义。每个人心中有仁有义，能解决问题。啊，《论语》里头说：“夫子之道，中恕而已。”啊，孔子的存心，中恕。啊，中，你看，心上面是个中字，用心。不偏不斜，啊，大公无私，这叫忠啊！啊，恕什么？宽恕别人。为什么要宽恕？今天人所做的一些罪恶，从小没人教，断了几代，多少代了？至少七八代了。所以，佛在这个经上讲。先人无知，不涉道德，无有愚者，殊无怪也。啊，这佛教我们用中恕，不能怪他。啊，因为他们有学，他做很多错误。啊，他的想法、看法全是错误。所以说法做法全错了，才带给社会这么多的麻烦，这么多灾难。那我们今天从今天起，大家坐下来，过去的要饶恕他，从今之后我们一起来学孔孟学术，来学大乘佛法，大乘佛法真诚慈悲啊，我们就用四个字。啊，大乘的真诚慈悲，孔孟的仁义忠恕。啊，我们存这个心，能不能解决问题？能。啊，所以我们要讲求扎根教育。从小小朋友开始就要教他学。孝悌忠信，礼义廉耻，仁爱和平，十二个字。啊，从小要教，大人要做样子给他看，他就相信。啊，这个能够普遍去宣扬，社会就安定了。啊，作恶的那些人，良心会发现。他就会改邪归正，啊，真正忏悔，真正改过，他就是好人，不要再为他过去。古人所说的“浪子回头金不换”了，啊，懂得回头都是好人了。这个方法真有效啊！啊，如果作恶的人你不饶恕他，他们聚集起来，那是个作恶的一个集团，很麻烦了。会给这个世界带来更大的动乱，啊，很可能带来了灾难的战争。啊，今天战争不打在一打起来是核武战争。是生化战争，没有输赢的，同归于尽。啊，你要我死，你也活不了。疯狂的战争呢，消灭人类的战争呢，这个战争绝对不能打了。
啊，所以我们这么多年参加联合国的会议，我们主题讲演都劝大家最好能把核武销毁，把这些钱用在教育上，用在帮助苦难人民身上，积大功德了。发展武器，这是最大的错误啊！啊，不可以！啊，我也讲过不少次，美国的核武可以消灭中国100次。中国的核武可以消灭美国1次，一次跟100次是平等的，全都完了嘛。啊，所以你想想看，这个战争能打吗？啊，不同的族群，不同的文化，不同的信仰，可不可以在一起生活？我们已经做出一个样板出来了。啊，澳洲图文巴这个小城，他们用了1年的时间做出来。啊，详细的报告我还没看到。啊，真正做出来，我们过去汤池是一个小镇，现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城市，规模比我们上次大，是由当地十几个宗教出来领导的。宗教和谐，大家发愿，我们团结，啊，教导我们的信徒与不同的宗教和睦相处，平等对待，互相学习，啊，把我们居住的小城造成世界上第一个多元文化和谐示范城市。好，我在这个小城住了11年了，我在那里梦想啊，没有想到梦想成真呢。又是这些宗教领袖人主动来给我讲的，不是我要求他的。啊，我说太好了，你们1年能够做出来，我说我一定想方法，在联合国办一个活动。啊，把这个小城向全世界展示，啊，欢迎大家来参观，来考察。啊，说明什么呢？说明人是可以在一起生活的，不是要争得个你死我活，不是，那是错误的思想。啊，和睦相处，平等对待，这是正确的。宗教怎么团结的？我团结宗教用一个字，爱。因为这个字每一个宗教经典都说，啊，佛教讲慈悲，伊斯兰教讲仁慈，啊，圣经是三个宗教用它的，犹太教用旧约，基督教用新约，天主教是新旧约都用。啊，所以他们这三个教，有人来问过我，欧洲人，问我对他们什么看法，我说他们是一家人，三派。啊，犹太教，皇上那一派；天主教，皇后那一派；基督教，太子那一派。他们听得很欢喜，你这个比喻很恰当。
啊，但是呢，通通讲神爱世人，上帝爱世人，所以我们用这个爱字团结世界上所有宗教都能接受啊。啊，宗教这个爱字可以团结不同的族群、不同的文化、啊，不同的信仰，通通变成一家人。啊，所以我在联合国建议他们呢，联合国应当办一个世界宗教大学。啊，目的就是让所有的宗教变成同学。啊，每一个宗教成立一个学院嘛，啊，大家都是一个宗教大学的，一个学校，我们学的科系不相同。真正能够让联合国带头，把全世界宗教统一起来。啊，宗教之间不再有摩擦，不再有误会，不再有战争。啊，宗教带给社会永久的和平。我非常有信心的。啊，我在1999年团结新加坡九个宗教。啊，随后这几年来，印尼宗教团结了，澳洲宗教团结了，马来西亚宗教团结了，好事啊！啊，宗教要互相交流，一定要多多接触，啊，不能个人搞个人，个人搞个人产生误会。产生偏见，我们中国古人说“见面三分情”呐，要常常见面的，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啊，不见面很麻烦，我猜你，你猜我，全都猜错了，是以讹传讹，这个非常危险的一桩事情。必须得面对面。那伊拉克当时如果布什总统跟伊拉克总统见见面，问题不就解决了？何必要发动战争？啊，这个战打了这么多年，战争的时候没死多少人，然后这些暴力事件。在后遗症里头，死了好几千人呐，不值得了。啊，花的钱，如果拿这个钱来买石油，要买多少？啊，伊拉克全国产油都卖给你，可能还不够。你说为什么不拿这些钱去买石油，要去打仗，跟这个国家民族结上仇恨？这个仇恨生生世世要不能化解，那个冤冤相报啊，没完没了啊！啊，这是因果，我们相信，他们不相信啊。因果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所以战争是决定要避免。啊，希望全世界的人民头脑清醒一点，喜欢打仗的别选他做总统，这是个好办法了。啊，所以宗教团结起来管用啊！啊，宗教徒都爱好和平。
我们都选爱好和平的人来领导这个国家。啊，避免一切有形无形种种战争，要用一颗爱心对不同的族群、不同的宗教、啊，不同的国家，平等的爱心，和睦相处。我们求世界大同，啊，将来整个世界变成地球上的太平盛世。观光旅游何必要护照呢？这么麻烦。啊，这个被取消多好，那一家人。啊，我们努力向这个目标去奋斗。啊，这个都是拔住情苦生死根本。佛教导我们，圣人宗教经典都教导我们，对于宇宙人生有正确的看法，有正确的思想。啊，我们就有正确的言论，有正确的行为。啊，中国这些东西很健全，佛教的戒律都是叫我们断恶修善的。啊，伊斯兰的圣训内容非常丰富，也是叫人断恶修善。啊，伊斯兰古兰经里面有圣旨，你细心去读它，那个圣旨是自卫战争，是不得已，敌人侵略我们，不能不抵抗啊。啊，中国过去跟日本的8年抗战是圣战，古兰经里面说圣战，为什么？保卫自己的战争，不是侵略战争。古兰经里头告诉人，战争的时候，敌人放下武器，就要把他当作自己兄弟一样看待。啊，不能留待他了。啊，这在战场啊，经典里头明文记载。啊，伊斯兰是阿拉伯语，意思就是和平，和平。啊，这是个爱好和平的族群，爱好和平的宗教。啊，但是今天要认真教学，那不教学，你不懂，哦，这圣诞的时候，神保佑保佑你。啊，你就去参加干这个傻事，你被人骗了。啊，通通讲清楚、讲明白了，就不会被那些少数极端分子利用。啊，宗教不可以迷信。宗教要学习经典，仪规固然重要，经典更重要。啊，不懂经典，的确被人利用。那佛教也是的，有一些不善的人利用佛教。在这个里头取得名闻利养，他哪搞得更虚了。啊，甚至于
我还听说过有一些很聪明的人，大学毕业了他去出家，他为什么呢？出家人呢搞名闻利养啊，比在家方便还高，你看供养的钱不要交税，还有这些念头啊，这是绝大的错误啊！这样的心出家，他不能到极乐世界，他将来都到地狱去了。啊，别以为很聪明呢，错了。啊，佛门这碗饭不好吃啊！施主一粒米，大入须弥山呢，今生不了道，披毛戴脚环。这出家人大概都知道啊，如何在今生了道？你不辜负斋主对你的期望。这就对了啊！所以我曾经说过，出家比要饭的饭难吃，要饭人家给你，没有求你的福报。出家人他来种福田，我们是福田吗？我们有多大的福啊？啊，能加持他了？没福啊！我们全靠释迦牟尼佛的福啊！啊，不认真修行就不是福田。啊，这个不能不知道。啊，僧团一定要团结。不可以有门户之见啊！有一些人为自己的小道场违背戒律，在信徒面前自赞毁他。啊，菩萨戒这一条戒是重戒啊，目的何在呢？目的是把别人信徒拉到我这儿来，啊，供养到我家来，争名夺利。啊，同是一个宗派。都是修净土的，两个不相往来，形成两派对立，真能往生吗？一个都不能。啊，要问，这毛病到底出在哪里？出在对于经教不明白的故事。如果把经讲清楚了，讲明白了，这弊病全没有了。佛教如是，其他宗教也如是，没有例外的。啊，所以我劝大家，宗教要回归教育，宗教要互相学习。啊，这世界宗教是一家。都是神圣圣贤的子弟啊！神圣圣贤的赐福就是经典，就是教诲。你要依照经典，依教奉行，真正得福啊！啊，谚语有所谓啊，佛事门中有求必应，这个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
啊，真正立心断恶修善，不求佛，佛自然来了，还来的更多。有心求啊，来的不多；没有心的啊，来的更多。啊，这什么道理？这是心的啊，自信发而入实啊，真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决定依教奉行。对于世间事，因为你的心正啊，你的心不偏不邪不迷惑，那就是智慧。你看得比别人清楚，看得比别人深广，你就能解决问题。啊，所以这一句我们要非常重视，拔诸勤苦生思根本。啊，那就是邪知邪见。啊，头一个身见，学佛第一个破身见，身不生活。不是我以为生活，错了，为了这个身。啊，养这个身，高明文理啊，贪念五欲六尘啊，你造作这些，这错了。这些造作的所感的，都是三途地狱啊。读圣贤书，没有把身放下啊，心善行善。将来果报三善道，三善道是消你福报的，三恶道也是消你恶报的，通通是消业的。啊，佛法呢？佛法是善恶两边都没有，不但善恶没有，染净也没有，才叫真正清净。啊，染净善恶都不沾呐，断恶不着断恶的相，修善不着修善的相，这才真正自在快乐。啊，无论是顺境逆境，没有不快乐的。啊，心地要做到一尘不染，念佛的人就一句阿弥陀佛。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；一个方向，西方极乐世界；一个目标，清净阿弥陀佛。这就行了。啊，这个要断烦恼，千万不要添烦恼，添烦恼你就全错了。啊，底下这一课成佛道啊，这是我们学佛终极的目标，俗成无上正等正觉啊，这里特别要注意到俗成很快成就了，真的吗？真的，大乘佛教里头决定没妄语。为什么能俗成？你能够把见思尘沙无明放下就成了。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了表演啊，他30岁成道
在菩提树下，把见思尘沙无明统统放下，那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19岁出家，放下烦恼障；30岁成道，放下所执障。他19岁出去参学，学了12年。印度的宗教学派通通学习过，不能解决问题。他有什么问题呢？我想现在有很多年轻人都有跟他同样的问题。印度这些宗教学派通通修四禅八定，我们相信释迦牟尼佛四禅八定功夫一定非常高。修得这个禅定，对于六道轮回的现象完全通达了解，禅定里面没有空间位置，就是时间空间都不存在。它的范围是六道轮回。可是这六道轮回从哪来的？为什么会有六道轮回？六道轮回之外还有没有世界？这个问题印度宗教不能回答，印度的哲学也不能回答，所以世尊就放下了，在菩提树下入更深的禅定。深到什么程度呢？我们知道，深到自性本定，六祖慧能大师说的，何其自性，本无动摇，本不动摇，那个不动不摇就是自性本定，真心不动，真心没有念头，他见到了，这叫明心见性。那么这些与修学、与识字、学经教不相干。所以凡夫成佛了，真正能速成，只要你放下。我向张家大师请教，佛法里头有没有什么方法让我们很快契入境界？你看我讲给你们听了，他就告诉我看破放下就入境界了，一点都不错。看破放下是用最浅显的言语告诉我，我那是刚入佛门，就是佛大乘讲的止观了，止是放下，观是看破。止观是禅定，止是放下一切，观是通达明了。从初发心到如来地，就用这个方法，先看破帮助放下，放下帮助看破，看破再帮助放下，像走楼梯
从初发心到如来的。言语简单了，秘诀就告诉我们了。啊，我们现在晓得身是假的，特别是量子力学告诉我们，啊，德国普拉克博士，啊，爱因斯坦的老师，他专门一生专门研究物质，物质到底是什么？啊，最后这个谜题揭穿了，物质是念头波动产生的幻象。啊，所以他在报告当中说，根据他的研究，世界上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，物质是假的。这个假的就是它是生灭相，啊，一个接一个，一个接一个，相属，这个相似相虚相，不是真相虚。真相虚，前面跟后面完全相同，这叫相虚；前面跟后面不同，念念是独立的。啊，那么这个东西就像我们看电影，现在电影是数码，速度快。啊，从前那个电影是动画，是幻灯片，所以就很容易啊，体会到，啊，这是以前那个电影的底片，啊，这完全是幻灯。在放映机里面，一秒钟，24个声音，啊，镜头一打开，一张，照到荧幕上，立刻关起来，再打开第二张，啊，一秒钟24张，我们在电影上看到，哎，就好像很真的了。啊，其实很多张叠在一起，重叠在一起。我们看到这个假象，不是真相，完全是假象。如果说真的这个像的时候，我们能够想象得到，我们只留一张，啊，一秒当中24张，我们只留一张，其他的统统把它除掉，让它放在这个放映机上，我们在荧幕上睁大眼睛看，啊，能够觉察到。啊，觉察什么呢？有一道光，一下就没有了，一闪就没有了。这光里头什么东西没看清楚，24分之1秒我们就看不见了，只知道有个光。啊，这眼睛很差劲啊！现在佛告诉我们，你看，世尊跟弥勒菩萨对话。佛问弥勒菩萨，心有所念，凡夫心里动个念头，佛问即念即相是也，这一个动这一念，它有多少个细的念头，有多少相，有多少实，这就是五蕴呢。相就是色，识就是受想行识，有几多？弥勒菩萨回答说：“一弹指，有32亿8000年。”我们不敢想象啊！一弹指，32亿，单位是八千，100个千是10万，32亿乘10万。这就弹指，320兆。啊，那一秒钟我们能弹几次？
我相信年轻人有力气，至少给谈五次，要谈五次才成五，这一秒钟啊，320兆成五，1600兆，这个电影一秒钟24兆，我们现前这个境界，一秒钟是1600兆，就在你面前，你完全不知道。我们今天所看的相，相思相许相，真相没人知道。啊，没有人知道，佛怎么知道的？啊，佛说了，八地以上知道，要有八地以上那样的定功，你就看到。啊，看到宇宙的缘起，什么时候缘起的？就在当下，没有过去，没有未来。啊，过去未来是错误概念，没有过去未来，所以俗尘呐。啊，今天量子力学家帮我们很大的忙啊，佛经里面许许多多问题。他们证明了啊，但是他成不了佛，原因是他不是用禅定得来的，他是用仪器，用数学，用仪器啊观察到的，所以他还是有见思尘沙无明啊。那你虽然知道这是常识啊，这宇宙之间秘密你发现了，你知道了啊，你不能了生死，你出不了六道轮回。啊，但是对于学佛的人有太大的帮助了。学佛人懂得了，该放下了。假的嘛，身是假的，房子是假的，地球是假的，整个宇宙都是假的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啊，一切法无所有。毕竟空不可得，不可得要想得，这就是迷惑；不可得放下就是觉悟。啊，你是放下，你还是要求得？放下没有得的。啊，你说我要想得，你根本得不到，想得就得到了，释迦牟尼佛就拜你做老师了。你有这个本事，释迦牟尼佛没这个本事。啊，每一个刹那都留不住。啊，而且什么？他当初出生，随处就灭尽。真妙啊！无法想象啊，不可思议的境界。啊，这成正觉。那么阿弥陀佛他怎么样成正觉的？念老注解的时候，复愿俗成正觉，文中的俗即上品中速生我刹受安乐的俗字，这个很好啊，两个俗字速生我刹受安乐，速成无上正等正觉，通东西都显一显。盖法藏菩萨度生心切，故愿轮回诸趣众生类，速生我刹受安乐。啊，显示。法藏菩萨的愿心，法藏菩萨的智慧，法藏菩萨的愿力，
啊，真能埋怨呢？你这一念觉悟了，放下了，问题立刻解决，就见性啊，不能呢，一念觉了，底下一念又迷了。我们犯的这个病就在此地。你看，听讲经的时候，哎，好像觉悟，遇到事情马上就没了，没有办法像慧能大师一样，觉了之后，他能够住在那个觉里头，他不迷了。这就是俗称正等正觉，所以凡夫成佛，跟你说真话是一念之间，啊，跟你说很久很久，哎呀，要无量劫，要三大僧祇劫，那是刺激。那不是真的。真的就是一念觉，觉马上就放下。啊，我们今天麻烦的，跟科学家犯了一个毛病。啊，觉了，明白了，放不下，不就这么回事吗？放不下了，就变成佛学。啊，能讲讲得天花乱坠。自己出不了六道轮回啊，这就是把佛法变成了佛学，现在的名词叫佛学，世间一种学术啊。佛怎么说的跟我不相干，不知道佛所说的就是我们自己自性里头本来有的东西。佛说我说是一说，是一不是二啊，偏偏把二看作二，不能够回归到一问题在这里，真正回归到一，天下本无事啊。现在社会没事，地球爆炸也没事，怎么没事？幻想，一念当中产生的幻想，不是真的。这个里头学问可大了，再大的学问你全明白了，全懂。这个世界的现象如何保持的念头啊，一定要记住佛在经上说的，这被现在科学家证明，境随心转啊。这一话你要是真正明白了，我们身体的疾病自己可以控制，不需要医疗，用自己的清净平等觉，就能把自己的身心调整，完全恢复正常健康，没念头啊，念头只许一个阿弥陀佛念头，不许有第二个念头，阿弥陀佛无量寿啊。我念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寿啊，要把这个身转过来呀！啊，这个身现在要用它，用它，用它度众生。
啊，知道这个时间是假的，像做梦一样。我知道在做梦，我不要醒过来，我要帮助梦中众生。那可不可行？可以。醒过来之后，这就没有了，无有众生可度了。但是那个里头有很多众生，啊，还在迷惑颠倒，像我过去一样。啊，现在我觉悟了，我有义务，我也应该要帮助他了。为什么？他跟我是同体，是一体。同体大悲也，无缘大慈啊！这个理、事、境、缘都要普遍跟大家去宣扬，跟大家一起分享。啊！我求解脱，众生统统都解脱。啊！为什么众生跟我是一体？所以《华严经》的问题解决了。什么问题？情与无情同源种质，这个问题很难解决。啊！我初学佛的时候，在佛光山教书。我记得有一次，我们六个老师在一起，啊，星云、慧信，我一个，我们三个出家老师，还有在家的方仁居士、唐义玄居士，教佛学的，另外有个教音乐的，在一块，星云法师就提出来，情与无情。同源种质怎么讲啊？有情众生成佛，我们没问题啊。无情众生，树木花草、山河大地，他怎么成佛？啊，把我们这几个老师，包括唐一玄，唐老师是在家居士，佛法功底很深。那个时候80岁，都没有办法讲清楚。啊，最后结论，看古人怎么讲，看注解，一样画葫芦。啊，现在明白了，现在懂得了，为什么呢？原来我们认为无情，啊，佛。随顺我们说的，说无情，其实呢，通通是有情。啊，但是佛说过了，经常说过，常说，我们没有在意，体会不到。啊，佛讲没有大小。没有内外，没有远近，给我们讲不二法门。这当然要讲的很多啊，不就是讲这个问题吗？情与无情不二啊，是一呀。啊，弥勒菩萨讲了。任何一个物质现象里头，通通都有受想行识。佛问的也就是这个意思。啊，念，念头也动了，有相，有识。每一个念头里头都有相，都有识，它分不开的。啊，刚才我们讲的，一秒钟，1600兆个念头，每一个念头都有相，都有识。啊，那换句话说，整个宇宙是活的。今天讲有机体，你要承认整个宇宙是活生生的，
你能不放，不把这些思想、念头统统放下吗？为什么？错误的。真心理念没念头啊，有念是妄心啊，有念造业，无念不造业。那无念的真无念，那虽无念一切明了，不是糊涂。如果无念什么都不知道，那叫无想定，那个不行，那是完全躲在无明里头啊。无念样样明了，这真无念啊，像一个水瓶，一面壶啊，这个湖水干净，没有染污，没有风浪，平的，它像一面镜子一样，它无念，它什么都照见。啊，无想定呢是无念，它什么不知道。啊，无想定也不容易啊，无想定生无想天，在第四禅了。啊，那个大错的错。啊，所以佛的禅定是定慧等学，定中有慧，慧中有定。啊，那讲的是根本。你看，定中啊，物质现象定中，它有受想行识。它是一体，它不能分开。啊，这个道理很深，真叫太深了。啊，如果不是科学家的破解，我们对这个问题，那就像唐奕轩老师所说的，看古人注解一样化物。啊，这个问题总是在心上解决不了，这就是宗门所讲的疑情啊，不是否定他，不是怀疑他，没搞清楚，总是放在心上。禅宗说，小疑有小悟，大疑有大悟，不疑那就没有开悟的希望。所以疑情是好事，不是坏事。你不要去想他怎么解决，想不出来。只有缘成熟了，就是豁然开悟。啊，所以没有疑的话，他就没有疑前，他就没有开悟的机缘。啊，要有。啊，但是要信，真正相信，太深了，不能够明白是什么意思啊，这才有开悟的机会所以开悟真正想开悟走戒定慧就对了啊，戒定慧三学是十方三世一切菩萨成佛唯一的一条道路，没有第二条。啊，你想再找个门道，你就错误了，错了。啊，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。啊，戒修好了，天下就太平。所以现在人不重视戒律，人心坏了，社会乱了，乱象没有办法收拾，往后越来越乱，乱到最后世界末日出现，那整个世界毁灭。那怎么拯救呢？汤恩比的话是正确的。
要从教育恢复传统的教育，恢复大乘的教育。为什么？传统是祖宗的智慧，不要小看它。现在人瞧不起祖宗，认为祖宗没有科学。祖宗没有科学，科学才400年，那400年前的人怎么活下来的？历史上记载，400年前有过太平盛世，有过辉煌的成就。那现在虽然有科技，我们的生活比不上古人。古人心清净，真有快乐。现在人没有快乐，现在人生活在恐怖当中。无论多高的地位，多大的财富，他心心不安。我见过亿万富翁，告诉我晚上睡觉吃安眠药，吃上瘾了，没有安眠药不能睡觉，你就想到他多痛苦。地位再高，一天他要听多少事，多少信息，古大德教给我们，知事少时烦恼少啊，摄人多处是非多啊，你要认识那么多人干什么？那是非就多了。所以一个人清心寡欲。我大概有50多年没看电视，不看报纸，没有杂志，我这里没有信息，我手机都没有，丢掉了。省事嘛，何必要听那么多信息，给你带来烦恼啊！不听，心清净，你有权利放松这些信息，我有权利不接受。我每天看的是佛经、圣贤典籍，我跟圣人在一起，跟佛菩萨在一起，你说有多快乐？说明这个事情现在人行啊，可以能跟古人同样的这个心情，同样的磁场。这是你愿不愿意干？愿意这里打听，那里就打听，你有麻烦可大了。是你自找烦恼，叫自寻烦恼。不是烦恼找你，你找烦恼。我们只要是不肯不接受烦恼，他就没办法找我。那我们突然碰到这个事情，我们看得比他清楚，看得比他准确。心地越清净，起心动念是智慧，不能有欲望，就是不能有自私自利，不能有名闻利养，不能有贪嗔痴慢，这害死人的。有这个东西，智慧就生不下来。负面东西全部排除，通通放下。你遇到的那个反应是智慧。传统里面教学叫背书，
佛教里面也是这个事。我第一次到香港，1977年，35年前，在香港住了4个月，讲了眼睛。香港有一位海人老和尚，那个时候90多岁，我去见他，他是楞严专家，香港人称他为首楞严王，我这个晚辈，刚出家学讲经的，见他老人家，他有6个学生。他的方法就是一门深入，一生专攻楞严经，对楞严熟透了，楞严经连注解都会背，我们真佩服啊！他选的注解也很特别。我们知道啊，楞严最出名的注解古注是长水。新的注解是教光，他都不用这两个人，他用偶益大师的。偶益大师有楞严经文序，他是连经带注解通通背过，做他的学生也要这样的。这个注解楞严文序不能背，他不收你做学生，所以一生就有。我们知道传统教学法里面的精神，如果是背书，为了背书做他的学生，这个学生书是能背了，不会开悟。如果觉得背书是我修行的一个法门，我应该认真这样做法，他会开悟。为什么？背书是法，就是戒律。用这个当戒律，背书是修禅定，念念在这个文字上，没有第二个念头，所以他念久了，念1000遍、2000遍、3000遍、4000遍，恍然大悟，他开悟了，所以还是戒定慧，用背书做手段。我们才知道中国老祖宗的智慧也真了不起，从小教小朋友背书，为什么背书他就减少胡思乱想，不背书小孩也会胡思乱想，用背书这个方法的时候收他的心让他心保持平静定啊，从小就是就这样训练了，他慢慢的会开悟那么书背的背熟了，那是附带的，不是主目的，是附带的。主目的是叫你得三昧、大彻大悟，这主目的。所以佛经的教学。跟世间教学不一样，可是佛教传到中国来之后，佛教这套方法，戒定慧方法，儒接受了，道也接受了，虽然接受了，也有相当成就，不彻底，不彻底是什么原因呢？我没放下。放下我就彻底了，无我《金刚经》前半部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哪有不得三昧的道理？
哪有不开悟的道理？一界定慧，我还在。第三昧很难。啊，背诵可以，没问题。啊，他能背诵。啊，这是孔子所说的记问之学，不足以为人师也。中国古时候为人老师要开悟才行啊，才能当老师啊。开悟是活的，没开悟死东西。啊，所以无我比什么都重要，一定晓得心是空的。啊，自信空寂什么都没有，但是能生万法，所以叫真空不空，它能生万法，万法是妙有，妙有非有。那这样一来什么呢？性空妙有两边都不沾，你才真正入门了。你沾着真空不究竟，你心不清净；沾着妙有也不清净。啊，那佛法是什么？佛法不能说，开口便错，动念皆怪，这是真的。啊，真的，世尊也表演了，拈花微笑，真的，谁知道啊？只有一个迦叶尊者知道，啊，佛这个拈花示意就是空有两边不沾，这才真正契入境界。神修跟无足多少年，为什么不能进行？我没放下。谭经理的记载你看得到，他做了首偈子，不敢送给无足，啊，不放心，最后没办法写在墙上，啊，无足赞叹，我就出来说是我做的，不赞叹就算了，而别提了。你看，没放下了。啊，慧能一听这个句子就穿了，就知道了，没信心。啊，把这个句子修改了，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改了。啊，这一改了的时候，无足知道了，知道有一个人。明白人赶紧把机子擦掉，也没开悟，向大家宣布，怕人害他，他保护他。啊，所以祖师的这些东西啊，实在是不得了。啊，真是中国这个瑰宝，能救全世界，能救全人类也。我们要真干了，尤其年轻人呢。啊，从哪里干起？从扎根干起。啊，《弟子规》《感应天》《感应篇》要做到。为什么呢？中国唐朝中叶之后，祖师大德们把小乘放弃了。啊，但是不从小乘。决定不能成就，所以中国祖师用儒跟道代替小乘，行。啊，这1300多年来，出了不少祖师大德，说明是可以的。那但是今天，儒不学了，道也不学了，小乘也不要了，这大乘架空了，这问题严重了，全是假大乘，不是真大乘。
啊，所以还不如斯里兰卡。斯里兰卡真孝正，他的孝正，人民全部落实了。啊，他们的出家人对于小乘经都会讲。啊，小乘经原讲伦理，讲道德。啊，都劝善了，人民个个都善良，个个都没有竞争的心，啊，都是知足常乐，常乐啥？知足就常乐了，不求了，啊，所以社会非常安定，啊，很难得的一个条，一个好地方，啊，到那里看到佛教。落实在人民生活当中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这里。